八卦山位于彰师大后门，不少学生喜欢深夜骑车上山放松。有一次，两位女学生一起骑车上山夜冲，后座的同学竟然开始讲鬼故事。原本只是为了增加夜冲的刺激感，没想到同学越说越起劲，像是疯了似的。这时驾驶突然听到一怪声，是不男不女的声音从耳边划过，回身后才发现机车汽油只剩下一格，于是他决定立刻下山，也因为这个正确的判断才能躲掉这次的劫难。八卦山当年是抗日的战场，许多人命丧于此，山上阴气非常的重，传闻当地有许多地府灵，而且非常不友善，所以没事晚上不要上山，更不要在山上讲鬼故事。我们做人啊，还是不要铁齿比较好。